了好多小蛙蜜说想看超级解压的仙草泥，那今天我们就做一份少女心满满的草莓仙草泥。拿出大外头胶水倒出80毫升，加入身体乳和剃须泡，用泡沫洗手液代替效果会更好哦。那按照我们梧桐刷的惯例，加入隐形眼镜护理液和小苏打，然后就成型咯。没有胶水，这个地方看起来呢像一块硬一点的拉面胶，而粉色粘土和泥混合之后呢，它就变成这种状态啦。最后呢就是把我们的泡沫放进去，好了，你可以尽情的玩耍咯。哦对了，如果你没有纸粘土的话，可以用超轻粘土代替哦。好了，那今天我们的分享就到这里啦，明天见哦。